哎，武神男图册除了在这儿能买，还有在哪能买？哎，可以买了，今天不限购了。服战冠军卖服，那不正常吗？那也得吃饭呢。好啊，刷到成就了，限购20是。有时候限购20以外的服务器名额也是满的啊。嗯，游戏币不足了，来，先来10个小的，等会儿抽出来的东西给钱就卖啊。宝石、C 柳、夜光、宝石、星辉、金刚、定魂、碧水、星辉、星辉。怎么说特赦令牌，一个五宝盒子，舒服，又一个五宝盒子，又一个五宝盒子，哎呦我天哪啊！一个高伯爵，兄弟们，高级魔兽要诀，刚开直播就点钱，高级魔兽要诀之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Oh my god 啊，太假了啊！一早上来了就赚钱啊！这他妈不起飞了吗？啊，妖总一来我就赚了3400万，妖总，我直接游戏里开了个高币啊，1000万游戏币给了918万一个高币和一个反震啊，他喵的赚死了！4000万咋赚钱，兄弟们？4000万咋赚，兄弟们？鉴定两把武器，行，好，白捡了五把武器，打开今天的局面，505，牛了，牛了，505，第一个，477加36敏。兄弟们，这把武器女儿孙用能卖多少钱呀、啊？女儿孙用伤害好高，敏捷好高呀！啊，这把武器女儿孙用好强啊！啊，高必得的兄弟们啊，388了，永不磨损430，体魔双加，体魔双加啊，仙族和女人族，嗯，388气龟啊，442，小说不敢这么写，反正是不是比高必赚了呀，兄弟们啊，兄弟们，这个游戏币买多少钱？477加36敏，伤害爆了啊！比388狂爆，9999万啊！出售这个不磨的买多少钱？459、433，爆44点伤害，体魔双加，这个卖多少？5000万、6000万、3000万！哎我操，又卖了3000万！我去，今天1000万变成1.4亿了啊！我去鉴定军火去了啊，兄弟们啊！今天感觉手气还不错。咱们从1000万干到4000万，4000万干到1.4亿，1.4亿，你告诉我，鉴定神兵类的还是灵宝类的？行吧，今天就这些，这1400万的是今天的本金啊，今天就来个1000万挑战赛就行了，每个人号里上号准备1000万，看能走到哪儿。我走到了1.4亿，来先看吧。第一个白板，第二个白板，第三个体魔双加，第四个敏捷，永不磨损20力。今天这个资源我怎么玩不完了呢？啊，这个游戏这么简单吗？啊，又出了一个五桶加力量的永不磨损，今天自己干资源，我操，还没有亏过啊！更过分了，鉴定出五孔加力的了啊！君姐这衣服有用啊？君姐这衣服有用，直接丢你，你直接说坐标。